服。欢迎来到世界知名的线下小坊，我叫做波蒂，今天由我来服务。想听听我们的今日特餐吗？好，我想。我们有虾，我们有粥，还有吃了会上瘾的鲜虾粥。船长呢？船长在哪里？我去请他来。什么事，新来的顾客？我就是波蒂船长，线下小坊的船主兼大厨，还有财务部部长，需要服务吗？啊，我是西苏，我们得立刻出发到龙爪。对不起，线下小坊不是水上计程车。对，好多翡翠啊！先付一半，到了龙爪再付一半，行吗？赶快捧好你们的粥，今天的特别服务是外带。波蒂船长，船可以再开快一点吗？